来到了我们的先声夺人的环节，这个环节的规则非常简单，四个队轮流上台抢答出符合主题要求的歌曲，如果接不上就要被喷气惩罚。第一轮你们要进行接唱的歌曲是歌词里有亲戚的歌。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正确。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呀、啊、你唱的哪个台的歌呀？抱歉啊，真的是大气大气。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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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哎，谁吃的？这个其实是对的，亲爱的爸爸那个吧。对呀、啊、主要他少唱一节，以为他是糊弄我们的。哇哦哇哦耶耶啊！哦哦哦哦！爷爷爷爷，那爷爷怎么了？此爷爷是彼爷爷吗？此爷爷，这歌原唱在这儿。哦爷爷，这么多年都听错了。那我跟你说，这有太多歌曲在唱爷爷了，这不能算，这不能算。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爷爷，爷爷。谁还没做过姐妹这个？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等会儿，沙哥，亲戚，小妹妹是？你这是在路上遇到的吧？嗯。表亲呢？表亲、表妹，经常不来抢。疯了，不解释，不解释。这首歌如果小宋唱，我们就认了。你唱过不了关。站姿一丈功啊？谁呀、啊？一丈，一丈，一丈。我盖住了。不行，一丈功也不行啊。宝贝，你妈妈给你买了一辆二锅头。宝贝，你妈给你买了一辆二锅头。他这个宝贝应该是我，可能。这个歌如果放在我们关晓彤身上，他就合理，你知道吗？晓彤回去学学这歌。接下来题目是能够反映当代人生活现状的歌曲。这更难了。我们先唱。来，吃掉压力，别熬夜，生气伤身体。熬夜可以。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太大。对。摇晃的红酒杯，爱喝酒，喝酒身体不好。哎呦，你太适合唱这歌了。我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好，学东西学不会，学不会，学废了。希望自己再聪明一点。戒了烟我不习惯戒烟。现代现代，那林则徐那年代就有了。那是禁烟。死了都要爱，恋爱脑。聪明啊。哎呀，这解释啊。来，又是酒的歌。不是了，丢掉书包，丢外套，记忆力不好，爱丢东西。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变得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关系各种法则任你选择困难症。曲库，中华曲库。你把我灌醉好劝酒。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社牛。刚认识你这人，点点头握个手，成哥们儿了，好朋友。解释的很好，社牛，可以。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
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这什么阵呢、啊？莫名其妙阵。哇，您这段唱的挺好听的，但确实没啥意义。没病，随便唱。他肯定有意义，真的吗？先唱是不是？唱一首自己的歌，再找病。你玩够了没有？你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没有耐心。我给你找我们圆沙哥圆回来，我给你圆。你穿着透明的衣服。你怎么了，小宋？你怎么了？一个游戏玩命是吗？你这都听了件什么歌啊？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那个，我，你这。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过于乐观。我在仰望月亮之上，迷之自信。颈椎病吧这是。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孤独和孤独症。再上。等待着花开，呜，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呜，就让我听着天空的道理，不愿意明白，只有我，就是我，你快说呀！让你在那表演双簧呢？不是，他演唱会我没时间去。这一轮表现最好的是腾哥、花花、糖糖组。我们现在的队伍呢，希望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最爱歌单。我跟你三，说再见那个。你快回来，峰哥厉害，峰哥，我就想唱你快回来，但是我就想说他跑得太快了，腿是真快，先抢了再说。行了，太吓人了，好吓人呐！腾哥刚才一直这样，救命啊！你跟着着急，跟着年轻人着急。就是爱你爱着，注意安全啊！唱对了吗？刚才对，就是爱你。阿牛是吗？是阿牛吗？就是爱你，陶喆。阿牛呢？你还好没去。请出题。我不知道是谁。等，我小学不敢去。小苹果是吗？你是我。谁说的小苹果？什么？这老狼的啊！我不会唱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不算，你没站在台子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我
我再多送一首吧。小蛙，你送的归你送的啊，没人要啊，没人要。还是苏龙答得快。太难抢了，我的手卡在那儿伸不过去，抓不住麦。下一位歌手，哎哎哎，那天是你有一块红布，那天是你让人错了错了，站在我的地啊，我站住这站。腾哥喷我一手口水，谁喷了我一手口水？这新长城路上的摇滚，听首歌，北京滚的高楼千里啊！终于到了这个年代了，赢了！哎，唱成调子在这边。鹏哥虽然拿着话筒在那儿，崔健老师不是这么唱的吗？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汪峰老师，这自己冲上去就没意思了吧？你有没有看到，你们一个人都没上，我们都没敢动。您的歌我全会。来，鹏哥给你唱一首，来一首，来一首。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好听啊，好好听、啊。可以的，可以的。感觉比本人唱的还好。很过了吗哥？你就是我心中的章子怡。抢不过你们，我们还说不过你们吗？我们还不能演段小品了。准备看下一题了。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哇，小宋啊，你终于开壶了。来下一题。上冲冲冲冲冲什么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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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龙来了。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我都留下了脚步。是谁呀？张强。是吧？是吧？人对，歌不对。歌不对，路灯下小姑娘。路灯下的小姑娘。哎，不是这首歌，你给我带跑了。为什么那个闹人的？请你不要哭泣啊！是这个吗？赢了。鹏哥刚才上去之后说，路灯下的小姑娘，治疗给我回家蒙了，我是什么歌？太吓人了，哗哗差点飞出去，话筒都站不住了。哎，这几个小生慌子呀。最后一题，请出题。哎哎，鹏哥耍赖，题还没出，回来。哎，这真不知道。你们谁能说出？啊，我这样，我这样。等会儿，先说他是谁。我说说，你是我的眼。这都猜出来了。谁呀？萧煌奇。这个萧煌奇。这轮胜出的是燃爆舞台队。哎。这个游戏太热血了，太燃烧卡路里了。
下一轮来点有调调的哦，举手抢答，这一轮是听古典钢琴曲。哎呦哎呦，换你了。好的，换你了。太难了，这个别有压力啊。我小时候啊家庭条件不好，没有床，我一直都是躺在钢琴上长大的。不管怎么着这段话很解气啊。来吧，来来，请出音乐。那个致爱丽丝，那个这啊，小偷第一次，小偷一个女孩这么多年了还没放呢。放完了，我知道有俩音是梦中的婚礼。就是梦中的婚礼，这个对啊，人家都啊，就刚才放那个是吧？好吧，下一个，准备啊，下一曲。那个，都到家了，春之声，圆舞曲，约翰施特劳斯。好，歇会儿。春之圆舞曲。对，厉害，就这个，厉害！哎呀，我这真是对不起朗朗，朗朗在《青春环游记》里总弹这个。来，《结婚进行曲》，作者是，这个就厉害了啊！作者是谁？非要说不出来还算错呢？我告诉你啊，汪峰老师，加油！我们膝盖都准备好了。这首是《结婚进行曲》，作者你们都不知道对吗？我先跟你说他的姓，他姓门，门德尔松。正确，不愧是峰哥，厉害。请听下一首。哦，我知道这个，那个，哎，金蛇狂舞。正确，峰哥厉害。请听音乐。噔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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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莫扎特的 G 小调。等会儿啊 ，G 小调的一个交响乐，多少号？我想想，一到五十之间有，想一个数啊。哎，我跟你说，莫扎特 G 小调40，第40交响乐。哇！主要是从5岁一直干这个，知道吗？哇，没办法。等会儿，你这样，你来乡村爱情所有的，我给你猜第几集。第几集？乡村爱情。请听下一首，土耳其新曲。太快了，土耳其，这个就是土耳其。太难了，猜对了。哦，你在干嘛？王峰老师，从几岁开始来着？我们这2岁时候就在土耳其了。来。爱丽丝，哇！谁能说出来是谁的？贝多芬。我告诉你是贝多芬的。他说谁？人家说的就贝多芬。他说了吗？说了。这么的，这个游戏给您一个特权，您可以站这儿。刚才那首《致爱丽丝》的作者贝多芬是世界知名作曲家，现在的初中语文课本里面啊还有贝多芬传这篇文章，
所以咱们还是一定得好好学习啊。哇，师傅你提醒的太对了，我会好好学习的。哎，想要学好各科知识上高途课堂啊。高途课堂是专注于中小学的 K-12 在线教育平台，老师们都藏龙卧虎，比如谢欣然老师、吴月光老师等，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有多年教学经验，帮助孩子迅速提升学习力。徒弟你赶紧去下一个啊。还有两题，天鹅湖四只小天鹅，谁和不踩科夫？哎，我应该最早说的对吧？鹏哥，你声大，但是你跟他几乎同时，但他真的比你快一点。他是天鹅湖跳跳跳跳，确实，他刚才呀、啊，甚至拿舌头跳了一段。最后一题，请听音乐。大闹天宫，齐天大圣，齐天大圣，大圣归来。不是，是曲子，不是，是哪个电影呢？消防会。什么？哇，什么？是什么东西？怎么赢的？我们不知道。哎，我感觉我刚才高光时刻呀，哥，太高光了！你回来了，我都不知道发生啥了。看起来汪峰老师和花花是还没 PK 过瘾啊。你这个，要不如我们下去，让汪峰老师跟花花俩人搬个板凳就坐这儿，烤点串儿。那我把难度升级一下。歌曲倒放哦啊，又倒放，一对一得了，我们根本听不出来。行，来一对一，一对一。不是，我觉得这速度上面他很吃亏。啊，不用不用，这很难，这很难，亮亮。请听第一首。外国歌，是个外国歌，周杰伦的歌吧。哎呀，啊，是不是那个想见你，只想见你，回到过去我只想听听看是不是花花唱的。只想见你，是想见你，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好恐怖！花花，刚才圆舞曲让汪峰老师羞辱的，现在还回来。我可是生的更紧张。第二首。牛蛋很忙，牛蛋很忙。花房姑娘，正确。哎呦，厉害！那个嗓子。最后一题，请听题。哦。太难了，不如跳舞啊。好像是正确。哇，天哪。行，败了败了，这轮败了。好吧好吧好吧。这一小轮哈、啊，王牌家族又拿到一分了。现在两队打平，我们加赛一轮，决定最终胜负。那峰哥以你的方式去唱一个歌给腾哥，如果说腾哥可以猜中，那么王牌家族赢；猜不中，就是嘉宾队赢。行，我说两句，让那个腾哥跟我模仿，站好了，跟我模仿一下啊，我说什么你说什么。OK。啊。啊，拉黑拉黑，那那那那，
连起来。啊，来哼你呢。再来一遍。啊，来哼你呢。啊，哼呢。啊，来哼。就是这样的，我的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就是俩酒蒙子的。这真的是一首歌吗？这然后还有一个字酱。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那那呵呵你呢？叫什么？歌名是，歌名是。乌苏里什么来着？乌苏里船歌。正确，正确，这也行，好棒啊！你行，你真的行。哎呦，啊，妈妈好好意思，怪不得腾哥说像俩酒蒙子，不是，俩喝大的人说话。哎，我在唱歌的环节，这第一次。谢谢。第一首歌，我们请花花来领唱。哎，好，来，华晨宇，《冬天里的一把火》。打 call。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希望。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哎，这录他们的。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你就像那一把火。贾玲，点。接唱，接唱。熊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错了，温暖了我。燃烧了你，温暖了我，温暖了我，温暖了我。对，继续来，继续，贾玲。你就像那一把火，一把火，随时指对方。博哥，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不行，你接我的调。腾哥，什么呀？接唱啊！接呀！不是，我都不知道你们俩一个那么高一个那么低，我都不知道唱是哪首歌，我都勉强听出来。你重点可以来回变化。我虽然欢喜，我虽然欢喜，我虽然欢喜，能那么我去错。我虽然欢喜，随时指对方。你是人没赶紧指对方，没对你说说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啊、我也知道。什么呀？到你了。对对，到你了。不是，他随时可以指你，请继续。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说了。鲜亮的一刻，腾哥都凉了，被喷的。腾哥，我给一个衷心的建议，这道题咱们就认输好吗？等会儿，花。啊，他是啊，我就只看了前面几句，后面你怎么那么实在？这道题就到这儿啊。错误更多的是沈腾队，所以这一分归到方圆这边。耶、yeah.。我不想跟你一对了。下一题呢，领唱的是王源。你留下来为我们接会儿歌。你们谁会唱吗？我会吗？啊，那你来。王源。大河。跑掉了。
跑调了，对不起啊。啊快点快点，钢铁直男，你的歌争气点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嘿，参北斗啊，生死两相依难求啊。接唱，哎呀，路见不平一声吼啊，错了，错了，该出手是。嗯，我会这个，不会吗？那那那你来。说走咱就走啊，说说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嘿全都有啊，嘿我哥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少了一段，全都有后面还有呢，路见不少了一句，生死只交一，少了一句，嘿嘿闯九九啊，跳段了。水里火里全都有啊，水里火里跟我走啊，还不对，水里火里全都有啊，跟你走啊。是啊，不是这从来不吃他们呢，坏了，这坏了。这样我给一个提示啊，这句我给出，然后由博哥接唱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路路嘿嘿不回头啊。生死生死之交一晚，哇，头都凉了。现在认输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对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呀，嘿呀呀，嘿嘿呀呀！伺候我了，你唱干嘛？啊？一二牙，来，一二牙后面是什么？一二牙后面是什么？路见不平，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呦，这个调啊，我的天哪！哎，唱完了，哎，唱完了。由于两边都答对，所以本轮打成了平手。我们加试一题，继续由小圆来领唱。啊，还是我。看嘛，你会不会？会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指了谁？老藤。不是，你在一起你就走了，你给我留点好印象不行吗？这么个歌你算指我啊你？再来三，下一个我指谁？常青藤。常青藤，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必须得接上了。义气。这样，那我给半句提示好不好？啊，半句半句半句提示，是谁在耳边？沈腾哥，沈腾哥，记住，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唱，别闹了。是谁在耳边说爱我？这题获胜的是沈腾队啊！耶！游戏环节到这里结束，让我来郑重的宣布一下啊，最终获胜的是王源队。接下来这个规则很简单，两队轮流根据给出的主题来进行歌唱，五秒接唱不成功就接受惩罚，另一队得一分。轮流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我们一个，也是抢是吧？没事，我们赢定了。对面零花连轮流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懂。第一轮带人名的歌，带人名的歌哦，直接开始来来来。
我叫小沈阳，你们也叫小沈阳。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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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好的，九妹，九妹，哎，可以，可以。哇，你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啊，这，哎，没毛病、啊。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五、四、你快去。三。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师傅。自己配了个猴。没办法，被你们逼的呀。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妈妈。啥玩意儿？妈妈不是人名。好冷啊、哦！我刚想忘了呗。五、四、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小跑仨徒弟。啊，对，小邋遢真呀真邋遢。好，接上。是他，是他，就是他，他的名字叫小哪吒。这看了多少动画片啊？这是。你若化成风，我化化成雨。什么呀？是什么呀？我化化成雨。对的呀，我的名字吗？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哦，黑猫警长。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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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哦、啊，快快，四五四三三二。别我还没开始。五秒结束。五四你三二一，超越自己一起飞。谁呀、啊、谁谁呀、啊、谁呀、啊啊、杨超越啊。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站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蓝精灵，他们从没哎呦呦跟着舞。有两个人名，厉害了。爱需要人的勇气，人的流言蜚语，对吧？这怎么的？流言蜚语是谁呀、啊？柳岩啊！柳岩，对呀、啊。不行，这不干，这说不通。Angel， 盼望你在我身边。对，没错。爱你，我不能。在后边。爱你，你就是无法忘记。爱你。那我刚唱完了。不是，这个不是王杰的爱你。爱你，我不能。不能失去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是阿杜那个安妮 Andy 对 Andy Andy 我们不唱过 Andy 吗 Andy 他是 Andy 你们是 Angel 对、那等会儿我们还有别的 Andy 来那莫妮卡唱过了有唱过了二没这歌吗唱过了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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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啊，真的，那我还有，我都想揍你一顿，摸你。你这怎么还自嘴呢？baby，baby，baby。Angela，baby。baby，Angela，baby。梁山白竹影台。非常好啊！我们两个名字啊。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两个人名。我的妈呀！广东歌可以啊？可以可以，只要有人名就行。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陈奕迅啊，可以。Hello Hello， 你好，周杰伦。Yeah！还有十秒钟。山歌好比春江水来。我
人呢？人呢？三哥，刘三姐啊，二舅呢？好，时间到了。刚才这轮游戏呢，我们双方打成了平手。哇哦！下一个题型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比人名稍微难一些。哦。要求唱的歌是带疑问句的歌。疑问句的。这么快？嗯。来。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疑问句，疑问句。哎，爸爸，嗯，我们到底去哪里呀？正确。嗯，爸爸，那山咕噜噜有味。这是翻译是吗？这都能过，这唱的是一样的。不不不，那是那个吉祥三宝嘛。对，吉祥三宝的那首歌。那三路路路有为。咦。哎呀，哎呀妈呀，天啊，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正确。啊怎么这么好看，芭比？你唱过《小星星》吗？唱过了。你玩够了没有？好，再见。你唱的都这么苦口婆心呢？哎，没娃的要过河，拿一个来推我嘛。啊，不是啊，不是，这个已经回答完了。谁回答的？我俩不。是谁在敲打我窗？正确。接下来还有问题呢。你为什么不说话？可以啊。是谁？又来一遍。送你来到我身边。可以可以可以啊。对。为何爱判处众生孤寂？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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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唱歌温暖我心窝？哇，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好，正确。好，哎，我的妈，急死我了。来，花花，是谁？他为啥那么不急啊？我也下回这样。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正确。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正确。哎，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再见。哇，敢问路在何方？再见。是谁？花花，是谁？是谁？是谁？的心啊，留下。是吧？是谁的心呐？啊，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大姐，这是个回答。你去哪儿啊？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你到底爱不爱我？正确。对。是谁来了？是谁？是谁？谁偏？而且哎，我们这边只派出了一个人，这三个大将还啥也没占呢。
五四。啊，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哎，我又错了，我又错了。谁伤害了我？又是一句回答呢？你伤害了我。我现在问的都是啊，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可以吧？这可以。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正确。我们输了，谢谢。我们还有很多存货，还有存货呢。你们别存了，留着下一期用吧。我们投降了。我们接受。好，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刚才那一轮我们赢了100票，腾哥你就不能让让我们吗？你就给我们能怎么了？给你3票，才给3票，给伟霆3票啊，意义是毫无意义，就是为了显摆一下。伟霆，送你3票，我不要，10票，不够，不要，好，1票都不送了啊。我给他收100票呢。还没商量分给谁，我觉得你俩，那就贾玲50票，关晓彤50票。今晚你们会送哪3位成功组团为大家献上只属于他们的单曲呢？完全掌握在你们的手中，投票开始。有要拉票的没有？从小就有个组团的梦想，一直没组上。求求大家，陈伟霆啊，求求！为了争取票数，豁出了这张老脸。呀，我们组的是不是那种就是男团女团那种感觉，是不？对啊，咱们组的应该叫饭团。哎，我们饭团成立了。耶！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彤和贾玲分别加上了50票之后，上一轮到现在为止排名有没有发生变化？前3名现在是谁？一哦哦，伟霆变第3了。哇！所以贾玲成功逆袭到了2位，现在有什么感想？现在我感觉我是个赝品。哎呀，离我远一点，我现在可不是那什么了。我成团了。根据规定的主题呢，整队依次上前答出符合主题的诗歌，接不上的那队就失败。我会给出主题情境，能不能？来，2队分开。来，过去。接歌了，你赶紧给我猜。好想和我们在一起呀、啊！我要跟杨迪一起。跟你们没关系。我也想跟他在一起。第一轮的情境啊，古人无法理解的歌词，人无法理解的歌词，开始。舒服，我在沙发里，沙发。宋代没有，那我也唱一些现代的东西。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谁呀、啊？蒙娜丽莎也是古代的呀。蒙娜丽莎，你是哪个朝代呀、啊？外国古代的。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吻别也有。不是，古代人还敢在街上吻呢？也能有。总有几个洋气的。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古人老采野花。他古人只不过是野花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不是，古人说只有野花，你想采别的还难呢。赶紧，你们还赶紧谁上胜？得续上。变形金刚随时变形状。
啊，那我还知道了呢。葫芦娃，葫芦娃，开始唱儿歌接歌了。小燕子穿花衣。等一下，古人。哎，为啥打我呀？古时候也有小燕子。不是，小燕子为什么能穿衣服呀？现在小燕子穿衣服吗？不是，古人他能理解小燕子穿衣服吗？燕子会穿花色的衣服吗？燕子不是黑白色的吗？小姐是一个比喻，别狡辩了，你错了。为啥？小燕子穿衣服吗？你给燕子穿衣服吗？比喻的是一种比喻。很严谨。内讧了。燕子会穿衣服吗？你给他穿呀、啊。你说哥，怎么回事？我错了。认了，不能瞎喷我们。这个挺难的，再想想就快没了，我觉得。我知道了。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月亮为什么会惹祸？不，月亮为什么会惹祸？涛姐，你搞清楚。这个涛涛一下就暴露了，那些歌词啊，你都没理解。月亮为什么会惹祸？我们现在唱的是古时候没有的东西。古人不能理解，月亮怎么会惹祸呢？古人还射太阳呢，别说月亮了。对，那个，丢掉电视，再丢电脑。那个呢？我剪短了我的发，剪短了长发，剪短头发了。他。哎，为啥打我呀？是谁呀、啊？古代人还敢在街上吻呢？他们，小燕子为什么能穿衣服呀？现在小燕子穿衣服吗？他们一下就暴露了，那些歌词啊，你都没理解。过去和尚都剃秃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古时候怎么就上下铺了？很多时候啊，哪个地上下铺？肯定有哪儿？这你都不知道，杨迪，那这真能证明你之前答的题全是偷的。古代有上铺你都不知道？你偷什么呀你？给我哥气的！你脑子给我气爆炸！你脑子里掉东西出来了。摇晃的红酒杯，哎。摇晃的红酒杯啊，有杯，有。不知道最早出土的玻璃的红酒杯是战国时期，战国水晶杯是吧？对，那我要不我就为了赢，为了赢，让你关机你不关机，让你关机你不关机手机，那会儿有，绝了。让你关机你不关机，你唱哈利波特起身上手飞，这个也不理解。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可以。好，我们根据被喷次数最终宣布一下，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刚才那轮被喷次数相对最多的哈，涛姐。哦，对，涛姐尤其像涛姐可能是没理解题目，不是月亮惹的祸，你惹的祸。涛姐，你感觉一下，你的假睫毛都喷丢了一个。从那个小燕子穿花衣开始就。小燕子穿不穿花衣？到底？穿。冬天还穿两件呢。穿毛衣，里边那件相对素点。还有那袄。只看不过瘾，那就下载会玩 APP， 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到王牌同款聚会游戏。这轮要答的是歌词中要带着古人的名字。古人的名字。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你把下一句留给了对方。我不要金哥哥。要是能重来，我要做李白。耶、yeah ！哎呀，好听吗？我好像唱过这首歌。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Wow。 曹操。等一下。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老子算的。涛姐忘记老子是火锅。那个我作为四川人，我必须要说，那个是我的意思。
你们就能算吗？这个只要解释得通，我觉得是可以的。那老子也吃火锅。对啊，老子不吃火锅吗？老子，你问问他，他穿花衣不？吃火锅。原来一无所有就造过起点大神。有吗？哎，有啊有啊。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王。我，那这个算吗？那是人名吗？人名啊。古巴比伦王是个称号，古人。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王。主要说古人咋的啦？涛姐，你在说什么？我在唱歌。这首歌叫《爱在西元前》，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古巴比伦王朝，汉谟拉比法典。对，汉谟拉比。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个什么，等我。桃姐笑我笑的呀，等我一下，三二一开始。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圣僧啊，别碰我，别碰我。什么东西啊？圣僧。行行，可以。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张飞笑喳喳。张飞确实没唱过啊，这个喷错了。谁喷的？谁喷的？红脸的关公战长沙。王牌这么久以来，终于有一个人在我们节目上笑过去了，笑趴下，笑趴下。蓝脸的典韦啊，来一个；白脸的曹操，欠我们三个。不是你这食人牙慧，你这怎么就喜欢吃人牙慧？欠我们三，快点。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三。这个不算吗？哈利波特不是古人。哎呦，哈利波特你没看前传啊？再前传也没有零钱。哎呀，那3000多年了。他确实不算古人。对呀、啊。白龙马蹄儿朝西，跟着唐三藏他向哪里？用不用我再压一首、啊？压，刚刚曹操补上。悟空那咋唱来着？我要这铁棒有何用？人名呢？这里没有悟空。这首歌叫悟空，歌名叫悟空。算我没压。来，一起来。我们没有一个歌手，我们。哎，那个米开朗基罗怎么唱的？米开朗基罗有啊，不会唱。怎么没有这首歌？一定要让我上去唱米开朗基罗，我不知道怎么唱。米开朗基罗呀，这个。哎呀，没歌了，古代人。输了，没有了，可以了。输了，没了。能撑到这儿，我跟你说，全凭着各位的那个文学修养。是不是可以这样啊？叫一声佛祖回头是岸那个。刘太搞笑了！我告诉你说，现在喷气儿的人不能听你说话。涛姐，结束很久，结束了。